咁我嗰陣又問自己啦，我嗰陣搭車翻學啊嘛，即係我住大埔，跟住學校就喺北角，咁成日都要長途跋涉咁去翻學嘅，每朝都好多時間翻學。喺個巴士度咧，唔知點解佢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，係我浪費緊自己嘅生命。我嗰陣就咁諗。咁但係其實生命嘅嘢就攞嚟浪費嘅。我而家變翻轉頭諗。我反而覺得不浪費生命是對不住自己，即是你不去揮霍你的生命呢，反而是對不住自己的。但是那真的是這樣想的，但是所謂浪費生命，我相信是我不應該做的那件事。結果我讀到最後一年不讀，